你们说要我亲亲，在这么多人面前，我背后还有很多大楼，也许还有很多人在看着我们，你好意思吗？你不害羞吗？那我们试着只来一下，要不你们先好吗？包括外面的人，如果你们能听到，我看到你们举手了，我没见到。等一下。